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9月21号礼拜四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双子座的朋友，今天真的信心十足，斗志昂扬。双鱼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婚姻有喜，健康好运。天蝎座的朋友在今天呢，业绩增加，老板会嘉许你的工作表现。有两名星座在今天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巨蟹座的朋友，财多身弱，请你注意身体健康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今天会身体非常燥热，体重非常会增加，减肥失败。这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幸运颜色推荐给你。火象星座，请你用蓝色数字9；土象星座，请你用白色数字8；风象星座，请你用红色数字7；水象星座，请你用金色数字6。